光荣感，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。你该不会是？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神经呢？只要不是那个严大人，我都举双手支持。你就这么不喜欢严大人？不是不喜欢，是讨厌。我见过你笑，连蓝宝石的光芒也因你失色。好肉麻呀！我的天哪！每个人的青春都像是一场奇幻冒险。你会登峰，也有可能坠入低谷。有人说，成长就是不断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。算了吧，别唱了，下去吧，太丢人了。那么，我想那一刻，我应该是成长了。你还不是就是一个胖子。这个舞台你永远也上不去。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比你学习更重要的？你想出国吗？这可是个机会啊。喜欢一个人是件很美好的事情。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不管怎么说，能够跟你成为同学朋友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了。